清明节过后，这几天户外艳阳高照。不过，这个好天气随着菲律宾海面上形成了一号台风马勒卡及二号轻度台风梅基，现在就担心台风来搅局。那未来呢？二号台风它因为受到一号台风的这个牵引的作用，它可能会有一些交互作用。那对我们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虽然台风不会直接影响台湾，不过迎风面东半部偶尔会有短暂雨，西半部云量也会稍微增多。那未来一个礼拜，主要在星期三之前，大致上都是属于白天温暖为热，然后夜间是属于比较微凉的天气形态。那日夜温差可能会比较大，在西半部地区，可以达到10度以上。 气象局表示，周三以前全台各地天气都是晴朗温暖的好天气，但从周四开始有锋面通过，北部及东北部天气会转凉，高温会下降约8度左右。但从周五开始，各地又会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只有北海岸及东北部会有短暂阵雨。原视新闻姚外卜拉鲁扬台北市采访报道。